菜脯生姜气味辛，微温，无毒，主治疟疾寒热，脾胃聚痰，发为寒热，和生姜四两，捣取自然汁一酒杯，露一夜，发病日五更饮服即可止疟，未止再服，寒热痰嗽，初起时烧姜一块寒焉，或乱转筋，入腹欲死，用生姜三两，捣烂，加酒一升煮取三两，肺后服，同时以姜捣烂贴痛处，胸胁满痛，心胸、胁下、硬痛胀满，用润姜衣筋，捣渣流汁，把渣炒热，包布中运痛处，渣冷则加汁再次炒热，继续推运，大便不通，把生姜削成二寸左右的小条，涂盐插入肛门内即可通便，湿热发黄，趁生姜随时擦身，加阴沉蒿擦更好，满口烂疮，用生姜自然汁频频漱吐，或用生姜研末擦疮亦可。牙齿疼痛，用老生姜瓦贝加枯矾末擦痛处，中药毒，用生姜汁可解。刀斧伤，用生姜嚼烂敷伤处。闪扭手足，用生姜、葱白捣烂后和面炒热敷患处。跌打损伤，用姜汁和酒条生面敷贴。腋下狐臭，用姜汁涂茶，可断根。赤白癜风，用生姜频擦。两耳冻疮，用生姜自然汁熬膏涂茶。猪毒致漏，酒不结痂，用生姜连皮切成大片，涂白矾末、至胶、盐细敷患处。